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呢是第三届 BC 信用卡杯世界围棋锦标赛32强战的一盘棋。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是韩国的内战，对，由这个温昭珍对阵李应九，那么刚才呢我们下去已经看到结果了，对，结果也刚出了，或者说他们也就刚下完，是的，最后的结果呢是执黑的温昭珍以5-5.5的优势取胜了，应该说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对，这个因为这个比赛用的是韩国规则，黑棋贴6-5.5，等于说盘面是12-5，黑棋盘面领先12-5，那还是挺多的。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应该不算是内战了，因为是由中华台北的陈诗渊8段对阵韩国的朴成华4段，这个陈诗渊呢，刚才曹老师也给大家介绍，是台湾的最新的。对，最强手吧，应该算是。对，目前被称之为台湾的第一轮。是。然后朴成华呢，在此之前呢，有参加过农心杯，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三国围棋擂台赛。就是最新的一届。对，是的。参加了。当然是，好像输给谢赫了吧？是，好像是。是。对。那下面我们先来看棋吧。好。这盘棋呢，是由陈诗渊8段执黑先行。执黑。二连星，手脚。最近好像黑棋的开局的布阵啊，不是中国流，就是这么一个无忧角。流行下吧。错小目的无忧角手脚是。然后白棋在这里挂角。现在一般都是这样下的。对。下的非常多。近来是这个挺多见的。也会有这个分头，但是在以前的话，基本上都是分头的。现在这个分头好像下的很少，已经是。见到的都是往上。我们见到很多的流行型都是这样嘛，二进低加，然后一反加，这个。靠了之后下一个流行的变化。我对这个棋形是也看腻了，也摆腻了。最好是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棋形。换了别的新鲜的下。好在本局那个。陈诗渊没有这么想啊，他是一间高架。然后白棋跳。白棋跳。黑棋跳。都是高跳。这个白棋对于这一间高架呢，除了他现在实战的选择那个简单的这么定型之外呢，还有一个其实也是挺简单的，就是直接点33。点33。那么黑棋肯定势必会挡在这边。应该会挡在这边，对，挡在这边呢。这个棋形呢，实际上对于黑棋来说，这个高的位置也不肯定就比低的好。这个位置啊。对。但它有一点，肯定是有利一些。就这个低的话呢，这地方白的，对，有一个非常便捷的就可以下的一个好点。走在这儿呢，你反正这个坚撑的点是没有了。不过你下边要成控啊，黑棋这边成控还早着呢。对，这地方是加完之后，就是说如果你搬也好，立不当然他可以跳到这儿，是可以跳。搬的话，这样他打刺一下也可以抽的跳到这儿，就是下面比较空虚。是的。也这个白棋方呢，也并不是说是不能考虑点三三的这样一个选择。实战白棋下的更为简明，他跳出直接跳，黑棋下边跳一个，跟着跳，白棋飞，尖三三。除了尖三三之外，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下法是尖领正，这个也是一个定式。白棋挤一下，白棋挤一下，然后尖角。黑棋搬一个，搬的白的退的多，也有顶的。另外，其实我们就看他败还是退。这个结果呢，团住。黑棋想两边都走到，其实就这边和这边。但是现在对，好像只能走到一边吧。对，所以他是想走成这样。但是这边呢，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棋形，被白棋进来的话，间隔太远了。对，还差着一步棋呢。所以现在黑棋可能选择这个定式有点不太好。
那曹老师，如果说白棋顶住的话，这个棋啊，顶住，顶住的话是这样。嗯，顶住，这个，对，顶住它是叫吃，然后接上。我觉得白的可能没必要去顶住，当然也可以下。嗯，一个呢，你现在呢不要去走这样的棋，这个不能这样吃。不，就是心情不太好，也不是说一定不能下。嗯，这个黑棋接是接不上的，接上的话，这被一气已经蒸死了。啊，这个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就行了。啊，但从这儿一吃，不管长，我从这儿一吃，提了，从这儿一蒸就蒸死了。这是政治有利的情况，政治不利，其实这样下去黑棋也不行。白的挡这个也行，其实挡这个也可以。挡这个脚上是个打劫。就你走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劫，如果你要先动手的话，我是先手劫。嗯，你也不好，黑棋也不好吧？对。所以说他是不能接这个，就这个时候打出这个时候，黑棋是贴这个。嗯。白棋切掉，这个呢，白棋说按说要下也能下，就是他有一点点不愉快呢，以后被他一定的整块这个棋局部不眼位不够。哦，是的。那白棋更有可能下的呢，嫌这个棋形不太好，更可能下就飞一个。小飞这个，应该说这个急打还是现在不需要下吧？嗯，暂时不需要。先留着吧。不，总而言之就是，即便他退，你就是我觉得黑棋不太好。嗯，退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就可以不用考虑顶的情况，暂时。也许顶更严厉也有可能，但是这棋，退就行了，所以黑棋没有选择这个尖顶，而是在脚里小尖上三。那么白棋二路小飞飞出，是，黑棋尖顶下。好像以前说下成这个棋形的时候，就要很小心，对人家这个尖了，然后挖进去跟打劫的手法。是，那这个尖顶它实际上，他是很明目张胆的，就是我就要糊了，这个，要跟你打劫。这个劫几乎白棋是不能打输的，这打输的话太惨重了。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劫是抓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打在那儿、打在那儿踢过来，这个，那么如果黑的有劫早，再踢过来，这个再被黑棋踢掉，这个太惨烈了，没法看。对，这所有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颗子几乎都已经废掉了，加这颗九颗，七颗，八颗，这个，这个不算，这个不算，七颗子，七颗子就已经全部废掉。对，所以这个劫很特别重。但这个棋呢，尖顶这个，我们看一下白棋有没有可能，棋友们都在棋谱上都是看见的，都是白棋藏这个，是，就是有没有别的应法，是不是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一个呢，当然最有可能是这个，别的都不太行，你走这种这个脑袋都被对手搬进去都坏了，所以可以考虑的是这个。但这个呢，黑棋有一个顶，顶的时候白棋就难受了。对，那基本上不能长出去，肯定不能长了，只能往回去，只能是这两个考虑。但是你现在走这个呢，当然实际上也是不能考虑的，这个地方被他搬住了，他并不是一定非要搬你这个头，这个头能搬住也是了不得的收获，所以可能白棋只能退。对，退的话呢，现在这个头被黑棋直接就搬住了。是的。白棋呢，可能从局部来说，它可以打得长。因为打得长的话，黑棋这地方如果要马上出动，大概是过分的，不太好。对，虎下去被人家扳住，或者对扳也行，它飞也行，这个棋黑棋是不好。但黑棋可以脱先，对不对？这两个子我就看清了。暂时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头能够扳住，收获特别大。黑棋比如说这一带开拆一个。这一方的损失，这一带损失一点点，完全可以在上边得到弥补。只要这个头封上，黑棋封的太有价值了。是的。那么这个戟看起来也不太好。对，所以说现在戟的这个棋损呢下的挺少的。所以一般都是长。曹老师，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根据场合的下法，比如说人家尖的时候。我干脆就脱先了，比如说往这边这一带出。这个太厚了。哦，这被他扳住还是太厚。
并且你这个地方啊，你要走的话只能小尖，飞还有点飞它有靠。啊，你这小尖的话，这一带的眼位上都会有问题。哦，这块棋以后一旦被下到这里的话，那不是很舒服了。说不定你这二路跳都可能，但是你现在就走这个被他扳住，你是对这也不太对哈。后还有一个，我都不，如果我也不扳你，你有什么手段？你要长的话，你不是还有劫吗？不，这个大概不能考虑，这不行。基本上还是要考虑这个长了。长呢，因为现在黑棋初棋啊，它没有劫，可以劫才可以找，所以说它这个不能开劫，自己先站稳脚跟。不过这个地方有个劫，那总是心里总是有点不踏实，所以白棋立刻就不掉了，就在这儿。对，但是不在这里的话。不在这里以后黑棋从这儿飞过来还是一个好心。黑棋你说飞这个是吧，黑棋这个看情形啊，有的时候是比如说这一带有个子，我是假如说要靠下去，不能随便靠，不是他要搬吗？被搬掉，肯定要被搬出来，他可以先靠里边啊。对，这个棋形啊，他可以先靠里边，然后再靠外边，这一手这个手法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手法。这个稍微牺牲一点，然后这个可以靠，因为你单靠的话它会就90%多的情况下都会被搬掉，所以是因为有这个子情况下呢，先靠这个再靠这个呢，所以这一带就能成为很漂亮的实控。对，是的，这个是一个后续手段。这个总体上来说可能也差不多吧，这个右上角的结果白的很厚。虽然说黑棋有种种的下法，但是你毕竟你以后也有可能被白棋这个总攻击，是这两个字啊。就下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人家尖完了直接跟你开劫的手法，万一有些牌他提过来就麻烦。这个很厉害。对对，实战呢下成这样了，然后呢黑棋接下来挂这个，白棋尖顶，然后白棋开始施展他的这个他在这里尖顶。我觉得很意外，他尖顶是有点意外，但最近好像这个下的也是挺多的。大家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尖顶还很少见，他就注重实地。对，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下他也有他的就合乎其理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这一带白棋比较厚，对，不怕黑棋你这一带这个头比如说形成势力，他不太怕，他先地捞了再说。不过他这个头跳得高了，然后黑棋这儿有个子，觉得他可能还是想会接下来就想会拆在这里，拆过来完了以后这地方是有靠进去的棋。他想的可能就是这个，他要强调这个长头的这个厚实的地方。实战就白的尖顶跳。黑棋也下得很积极。黑棋挂过来了。他没有拆，还不愿意拆。普通拆一个呢，普通拆就觉得他还想拆得高，主要黑棋挂这个，他的用意是想拆在这儿高拆，对，是想拆得高的，因为你本来拆低的话。白棋这个蓝逼的点太好，对，白棋势必是要从这条边过来的，因为那条边呢它五有角对着这个头，它走行棋有点没劲。实战黑棋挂过来这儿，这个也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下法。积极。白棋加进去了。对，白棋有这样的心情嘛，要加进去。然后黑棋反夹，双飞燕在这儿，靠，对，拖，这个有点像定式一样的下法，就这地方啊，其实，我来看一下啊，有没有可能性，就是这个断。当然实际上是不是太好的，他挖吃长出接上拐住拐住，还有这个断。那么其实我
我跟很多业余棋友下浪子棋的时候啊，这种棋形经常会碰见。原来是可以这样下，经常会碰见，就是说，就是这么一下，但是搬粘，实际上它是有搬粘的。嗯，完了，因为这地方有打了下来，对，还要补。你的补的话，这地方是被打下去的。嗯，挡下去了，这很厉害，因为打完了一长，是上面要被吃掉。嗯，要注意这个压线手的话，有一个。白黑棋有一个半接长气的一个手段，所以说这个白棋这个断啊是不能成立的。哦，原来是有这样的招法，哎，这个很实用，我觉得啊，给大家，它可以断掉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它，不是往脚上这样爬活的。对，白棋长，黑棋拖一个，嗯，搬，接上，倒虎在这儿。这个棋形我记得以前下还街上还挺多，后来是不是经过改进觉得倒虎更好一点？因为街上是这样，街上呢，一个是被黑棋以后这个棋形啊，当然不是现在这个棋形啊，对，比如说黑棋有一个这样情形，被他走到这儿你就很，甚至这个没有吧，就这一带黑棋如果有一个子的话，你就补起来就很难受。对，如果倒虎在这儿就好得多了，没有好得多。再双在这，就是这样，双这也好，补这个也好，这个都可以补。是的，你这个只在这个位置上，这两个棋你都下不出手。嗯，也不好意思接在这儿被他补。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冲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啊，他冲的时候，他是有退的余地的。是。就是说除了退他也有可能挡住，对，现在是可以挡，但是他以后在比如说你有这个子的情况下，你冲的话他就可以退，这个棋也是挺好的，这个这样退的话就不太好棋形，当然这个棋形最主要的是怕黑棋走在这里，是的，走在这儿白棋非常难受，因为接下来呢我很明显要冲断，你补断不好补，所以这个是棋形是一个正招的一个棋形，走在这儿，那黑棋要贴出来，在这个地方有个断点，白棋长，我是觉得棋为什么黑棋为什么是接你这个的，我有点看不懂，稍微他不知道这个棋形是不是接下来应该怎么下，所以他先接。我如果再压一个，他再压完了是不是要照过来？压着，如果压了压完了就这样照过来。那为什么不能照？照吧，照。就照一个，照的话，想照吧，能照住黑棋还可以，就能照住黑棋，也没有什么抵抗的，白棋没有什么抵抗的手法，这一带来不及了吧都。对，实在是。那就是说他压一个，是不是白棋这个不硬吗？这个白棋如果说不硬的话，是这样，不硬他第一个要不硬就可以不硬啊。他如果要靠这个接，走掉也行，这两个交换黑棋也没什么亏的。是。你不硬，我这句话有冲断了。先冲过来，冲我还是得硬。哦。不，这不硬我搬下来你也受不了。对啊。他还是得硬。大概得长一个，如果说黑棋能下成这样，那还是挺满意的。他又不能冲断，是，所以说我有点不好理解。实战是黑棋啊，是先接你这个。难道说他是担心他压的时候白棋直接接在这儿吗？不至于吧，我就我再尖尖顶。就再尖顶。那也没什么呀。对呀，是。是没什么。是。白棋应该也不会接在这儿。但这个这边被罩住，这个也许呢，他是觉得一样能把它罩住、他现在压一个，然后再罩。这个罩他没有罩，留了条缝隙给对手。罩的有点远了，这看起来这个地方相隔太远。他也没敢罩在这儿，这个呢有点把它罩进去的这个意思。那照在这儿是不是会遭到反击呢？对，遭到比如说人家冲断了，对，这个白黑棋也是有点没有把握可能。他现在实战是这个，
大跳，这看起来形状有点怪。这个就是放了白棋一条出路。嗯，白棋飞出去，可以去靠这个。嗯，就靠在那个地方，看起来靠得不太舒服。然后白棋贴出来，嗯，下在这儿，黑棋再搬。但是这样的话，已经帮人家脚上先加强了。嗯。这个黑棋能够得到这两个，从局部来说它也是蛮有收获的。哦，好歹把它先挡住了。嗯、断。断。嗯。那这棋，这白棋这个下法也是注重战斗。嗯、如果注重实地呢，它是可以半粘。这脚上黑棋是应该把这个给争掉。对。是吧？嗯，不太情愿啊、嗯，这白蛋就是这样补。嗯，他真的关键是这个断打的不成立了。对对 对, 对，可能就他现在藏了之后啊，藏在这儿。他如果你走这个，他可能就往这边搬粘了，比较搬粘。哦，先补。还有一个，说不定就把你罩在里面，直接都可能。这个黑棋有点苦。对，嗯，脚上这个点三三的，你点我先团住你，然后你说要杀我这块棋，还是不太容易。嗯，他也可以厉害，但是这个有、哦、这个是味道是不好，嗯，味道是有不好的这个意味在里边、嗯，但他要真要稳妥一点的，他是可以这么扳接的，放着就行。这样的话，脚上已经彻底干净了。对对对，这个有个断，嗯，这个黑棋也不是很有力，所以黑棋它实在它是立在这个应手是对的。白棋跳一个，嗯，这个是很干净的一手棋，因为挡住是不好，挡住脚上，挡住脚里点三三这个地方气味很坏，是很容易出问题。嗯，不出问题，收一针气都亏了。对，收气的话，外面黑棋有先手，对他处理这块固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如果挡住的话，被黑棋一点三三，你不太好应。是的，这样脚里就没问题了。那黑棋飞出来，嗯，挂一个，嗯，这个棋形就很怕人家拐，我觉得拐的时候有点难受。嗯、不过他好像他并没有说是像通常意义上的一些长形的下法让你觉得难受。嗯、一般来说，这个棋形难受是难在什么地方呢？他黑棋白棋啊，黑棋搬上白棋再搬一个，然后这地方有个病刺台下，你是整个就没眼位。嗯、当然白棋这个盘棋的步调太奇怪，他是这拐一个之后再搬这个，他手法比较怪，对，很怪异的，这个手法很怪异。以为他是要搬就直接搬就完了。对对 对, 对，但是这个是再看一下呢，也有他的可取之处。他如果说搬这个黑棋要长的话，那他这个头得给他搬进去了。哦，这个断点现在白棋不担心，他不担心，那头就摁住了。对，本来如果说这样的话，他是不可能拐的时候，他起码会拐出去，他不可能虎扎。他不会长这个。啊、哦，对。但是就是说，他按他的逻辑的推理呢，就是说，如果白的单搬呢，黑棋是要压这个。嗯。他就在压完的时候，哦、对。当然，实际上这个压。作为白棋来说呢，应该也是持欢迎的态度。他压的时候，白棋就跟着他长。对，是啊，就是说，然后这个地方这个断点已经不存在，你越来越压，就是这边我白棋就越来越厚，损的越来越多。我什么时候下去放一个，下面就是空。嗯。就是说白棋的这个想法很严厉。嗯。就是连这样的压我都不给你。嗯，它是拐搬一个，搬这个地方，然后白棋搬这个。白棋的这两手棋呢，是确实是让我也觉得是就是启发思路的这样的两步棋了。然后黑棋长一个，嗯，因为这个黑棋不大可能去走这个。嗯，不大可能，我说的是不大可能，但是并不是绝对不能下。可能有些棋手他就下出来了，也没准。这是不是说绝对不能下？是的，确实不是绝对不能下。这个这样呢，他就是对黑棋来说是安安稳稳的就出头了。
这个鼎呢是一部俗手，但是其实看在人家管白棋也下了一部俗手的份上，因为这其实这样，我搬，如果你当搬当黑棋应该走的，黑棋走了两步不太像棋的棋，搬一个飞跃，但是你这步棋呢，我也是非常的感谢你，帮他跟我这个交换，把我外边注下后了。实战呢是黑棋呢也表示了一种单长，对，就是一种强硬嘛。那么这里肯定是伸出一个断点了，马上立刻就断下去了，马上就被断。黑棋半将，半将，现在要到底下求活去了。站上，他小尖，那小尖这之后这块黑棋看着还是不太好。然后在这一带呢，他可以顶打了，完了有个断点是吧？顶打了有啊，当然有断点。对，是。要不然局部人家一会儿搬针，他要靠这个团，他不能靠这个活，这是肯定。这是太委屈了。小尖一下，我觉得这一带好像被断了之后，这两个子又飘在外面，然后这块棋整个是一块孤棋。这黑棋这点有点薄，对啊。那黑棋呢？现在的反击实际上也是蛮强硬的。他从这里反击出来，他就看在你这边多断了一手棋，他觉得你这几个子变重。因为你这儿花了一手棋，所以我吃你的价值也变大了。对。长。白棋这里不能挡，只能跟着他。对，因为这个如果你要挡的话，这依然被断掉了。断掉了。这打吃不成立，打吃他接上，肯定是不能下了吧？那随便一扳就行。对，一扳挡不住了，这上面断。马上还没活呢，尖完了一点就死了。对，这个肯定是不能挡住，挡住被一断要坏。所以他还是退。退完了，黑棋冲出来，在这儿。这样就是实际上黑棋是。以吃住这五个子为目标，下边他也损失了很多的失控。对，这个冲是比较损的。对，不过他看在这个白的这地方多断了一个的这个缝上嘛，给黑棋选择这样的一个下法，挺厚实。黑棋这样冲出来，但是黑棋所需要交代呢是这个有点薄，这个上边也有点薄。这个薄呢我们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白棋就来冲击了。这块棋曹老师我都觉得挺替他担心的，这个地方他不怕人家这样只给他直接冲断吗？不算特别的怕，在这一带有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实际上这个断点暂时你也断不了我的，因为我是这样，这地方我有个点，然后我这地方有个点，那我得硬。你看见没有，你这个断点我就把它把你吃了，已经吃掉了，那不行。所以这块棋下面它要做活应该不是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不至于会死。对，所以白棋也不见得要从这来，可能它从外围过来。是的，它这里已经取得地了，实战白棋在这儿外围应该是黑棋会厚一些。对，靠这个。靠这个他不能上扳，上扳被他一扛已经吃掉了。这底下要死了。 对这样的一个棋形啊，往往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往往这个碰是一种好的常用的一个手法。对，因为走这个没有效果，他突过是没有用。走这个呢，你现在实战他连扳呢，白棋可以连扳大吃。接上黑棋，白棋真的这样，白的加厚一点。黑棋现在在这儿先刺他一下。现在刺这个是要加强这一块棋的意思吧？对，在这一带他白棋也下了，就白的如果接上这一带他觉得有点重，可能在外围被他封上不是很满意。所以他就直接就封进去，然后要求白棋先做活。因为白棋现在实控不会落后，就是棋会薄一点。
对，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说实控领先的情况下，大部分时候棋会兼保一点。如果实控有领先，棋又现在这个是一种平衡的一个手法。嗯，也当然强硬的话也是可以接的，这点、嗯、是。他现在跳这个，嗯，他看起来好像是要把这五个子拽出来，但其实不是这样。嗯，接着往下看就知道了。黑棋压一个的时候呢，白棋并没有接着下。因为他这个地方还是挡不住，嗯，对吧？他把它断，单断，嗯，这整块棋拉出来还是太重了，对，不好处理。因为他跳一个之后是跳这个，嗯，他就还是想把底下这个空围围住，然后把旁边这个大场占。对对对，先跳一个，他的用意是在什么？如果不跳这个，你如果单跳这个呢，黑棋就长了。你以后跳他就老老实实给你冲掉了，不会走在这儿、嗯、这样呢他就防止了黑棋在这里藏一个。嗯，是的，而且黑棋藏这个的时候现在不会藏了啊。对，现在你藏的话他要补他就可以补，然后一会儿他还有双出来、嗯、对，所以这藏是没意义的。嗯，但是你没有这两个交换他就可以藏一个。是、嗯、他不是走别的，因为你现在实际上是这样，黑棋是把它夹死。夹死。那么如果说我跳的话，黑棋同样走这个，这两个交换当然是白棋亏了。嗯。嗯，但是他走不着这样。问题是黑棋它是黑的会长了，不是这样吃。白棋大飞老老实实的就那么走空。嗯。它的空也挺扎实的。对，挺扎实。嗯，这块空相当空比较多，确实是这样。嗯。嗯，这个也很大呀，度过赶紧、嗯、这还有厚薄的关系、嗯、打吃跳。嗯，现在白棋需要加厚这两块棋，要不然的话对对对中央可能会受到猛攻的。对对，这个不要被他出来了、嗯、他这个就防止你出来。这样的话全盘的实地怎么样曹老师？实地我们来看一下啊，他现在这个是立了一个、嗯、对，白棋虎了一个、啊、在这儿印了一下。这块棋我们先算它固定的一个目数、嗯、这个算上吃掉五个子实目，嗯，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十八目。嗯，二十八目肯定是强的，因为这个子你跑一个也没跑回去，这地方你欠一点。二十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三三三五三三七三八三九四四一四二四三，这都算你走掉。四十三加一个无忧角，嗯，五十五目左右。五十五目。这个算了，它最少了，就是白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六，二七二十八目左右。嗯，这块空是应该是有几目？十目强了，十二目，十二目。十二目四十目，这块十来目，嗯，接近于嗯五十目。那黑棋实控上并不占优。黑棋是五十五目左右是吧？嗯，是的。白棋是五十目左右。嗯，那现在是黑棋下吧？对，轮到黑棋下。嗯，所以还是挺细的。嗯，其实这边不占优，还是挺细的。棋还是挺难捉的、嗯，比较漫长。对。白棋在这儿刚刚跳了一下，嗯，刚跳了一下，然后不黑棋立白的虎一个，住，黑棋飞这个，嗯，白棋还是想冲击一下白棋，嗯，这个看起来稍微想冲击一下，嗯，因为这一带自己走的话，现在因为外围白的如果没有这黑棋没有这个子的话，白棋外围比黑棋厚、嗯，黑棋要走棋说不定。还只能拆啊，拆个就在这一带，对对，没什么走的，走、哦、远一点被他打入你都没用啊，嗯，是吧？这一带的棋，所以他还是先走一个，先下后一点，白棋脱了家，接上，嗯，然后又回到这个，这个又加后，冲过来，实际上是不见得有这个必要，嗯，他把这个子冲死。自己很厚实，嗯，充实是充实，其实也没有完全充实。嗯、
它现在挡的话，它可以挡的。哦，它还能挡，打吃它冲过去了。对，今天下它是可以这么下的。长，然后可以冲这个。你不能，应该不大好吃这个吧？吃这个接下，这边损失惨重。不是惨重啊。它只能冲过来。对，这个你死了。这不这个亏了。对。这个所以说，白棋的话，可能也是吃在这儿。你说藏一个，然后吃在这儿。吃在这儿。对。把外面加厚一下。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不走了也行。嗯，先脱先。再走就压是后手。对，黑棋肯定又脱先了。现在白的就脱先就完。但是这棋黑棋也不见得能够走得着，就是说。但还没有把这个子吃下来，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马上走。他可能觉得在这一带行棋，在这么宽的一条边上，他也不知道应该走哪。因为这地方他其实已经联络了嘛，我看一下，已经差不多。如果要黑棋要分段他的话，先吃、先吃这个才能分段是吧、对对对，先吃、只能这样。有点这个，也许他有所顾忌，所以说他补后。这个也是挺厚实的武器。他先冲过来，把自己加厚，然后在下面就可以大踏步的行棋。这个三三点一个，这个是硬手，也不见得便宜，说不定目数亏也可能。白棋硬在这儿。这个好像是看起来让黑棋损的硬。对对对对，那黑棋就这个棋都是厚。是的。黑棋。小尖。像这个小尖，实际上我觉得是不是太好。哦。那在这一带是不是？但是很难下。就这个他可能就是根本就没走到空，因为被白棋这么一削，攻也攻不着。对吧，在这一带好像被人家走到了这两下，是挺难下，不知道应该拆在哪里。是挺难下，不知道应该下。像这个能不能成木我也不知道，是挺难下。但是这个呢，他的下法不对，有不对的意味，说不定就是说因为找不到好点下，他也就这么下。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因为是白棋，所以说他也肯下这样的棋，因为看这一单让黑棋就这个场合下，让黑棋先下，他没有好点可以下，因为刚才我说如果没有这局交换的话呢，黑棋说不定只有单拆二了。是的，单拆二下的也是不太舒服，是，因为下一手棋也只有无有角，拆过去拆个二。那这个棋说不定现在也只有单子的，这也有单拆二。那这个棋，因为现在外围白棋并不薄啊，你走这个的话，白的跳一个，你没走到空。现在黑的是走这个大飞，这其实折的话，你这个几个子都得要连一连，得往回连。当然，这个是带着进攻的意味，压这个啊。黑棋接回去了。接回去。接回去嘛，是这比长可能好一点，这地方又被它挡住，挺难受嘛。是的，都有冲断的意味。白棋跳这个，对，跳这儿。嗯，他这个出头还是很容易的，一压自己棋形很整，确实。黑棋靠一个，现在黑棋还好像。从以我们刚才这个目数的就是来判断的话，可能只能踢目稍稍困难一点点。对，是的。但在这一带呢，黑棋这块棋可能还需要，接下来还需要自己要处理一下，或者是往回连，或者怎么样。黑棋是希望能通过，还希望通过进攻能获取利益。哦，这个如果说一般的收拾的话，踢目是个负担的，黑棋来说很困难。那他这下法可能也是有问题，这种靠。那我们刚才的判断，中间这个地方没有给他守目，没给他。这个地方等于说黑棋还欠一手。是。可能稍微要差一点，而且不太好追赶这棋。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追赶的地方，就除了这块棋。他这搬的话，是不是会遭到他这样来？可能是吧。他就走挡在外边。对。这是没什么好棋下，不可能。这带有点走不动了，没有好棋下是吧？
就不动。是，这一代白的还有一些利用，就是有先下的斑的或者长都是先手用。不好像黑棋这个胜负手这个地方有点问题。这被白棋搬在这儿，它不好硬。不能一本正经的，比如说你藏这个被它藏进去。是吧，这个地太损了。是。刚才我在看曹老师，我们说这个地方黑棋尖这个跳一个这个手法不太好。我帮他想点办法，能不能在这一带比如说先飞他一下，然后考虑直接飞也不见得是先手。飞都不见得是先手，有可能落后手。对，可能就是个后手。如果能先手走到一下的话，那我就靠下去，很想靠下去。也既然怎么走也走不 好, 走不好自己拆不好，拆不好我索性就选最狠 的。形势呢可能落后一点，但落后的不是很多黑棋。但是这落后这一点就不好追。这个胜负手啊，黑棋实战是靠这个，白棋是下扳了，黑棋有点难办，他下不了决心是藏这个，这个地实在太损。行吗？说不定也行哎，说这棋白的，说不定只有自己补啊。自补一个。自补一个，因为这块棋他应该也不会死。这要杀不太容易，在这一带先手太多了，白棋好像。对，因为你走这个的话，说不定他反而有加进去了。对，对，反正黑棋只要保持脚上活棋就可以了。但是他如果黑的没有勇气走这个的话，这个碰就不是太成立。不是太成功，起码这样说。他实战这么下的，你看他就虎下去，然后打吃的时候很意外，很意外。他挖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胜负手，以为他接上，然后人家接住，也就是这样。不，他接着，他还接在下面了。对，就是说白棋接上在这儿。他想他让他人家这么打吃，他接不着这个，然后接在这里。接在这儿，这打法就差多了。这个他骂。这个劫很有劫现，很重啊。对，黑棋没有那么就是说很容易找的劫财拐一个，这是劫财，否则一冲白的全死。顶住。提过了，提掉。然后白棋挖一个，这个损劫眼见已经见损了，不过损的不多，就是不好意思可惜。这劫实际上作为黑棋来说非打赢不可，有没有考虑这真的是直接就拍出去了？拍出去他先提掉，然后粘上的时候他立下去吗？不，让我看看有没有劫可以找。我这个大概不能找这个劫，这都不是劫，这个都不是劫啊。角都不要了啊，这个我踢掉。这个抓掉。你这又换一手棋啊，你再把我这然后断了，把这个竖下去。这个吃的还是蛮大的。这样目数怎么样？78。这个白棋好啊，这样还是白棋好，超级大转换。看来这个挖还是得硬它。黑棋是硬了，实战黑棋是硬了。对，硬了我这提过来，你下个劫财真的不好找。他那个地方那地方全是损的，可以找一个，就每走一手都是损的，就是就有一个劫财可以找，损了很多目，或者打是打这个是不打这个不是劫财，冲这个或者打这个，对，这冲和打都很损，对，损本来你是应该损完了，实际上这个地方白棋就外边打你一下上也没什么。你把这个都损掉了就无所谓了，但是按说也不能下这样的棋，他找这个劫挺奇怪的，这显然不是劫财是吧？这个被抓掉，显然不是劫财，抓掉。这个应该是棋局是结束，只要这个是不死的话，这个损失太惨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掉之后白棋这个尝试先手，你还得在这儿补一个。对，这个目数简直没法看了。然后中间这块棋以后还要受到攻击。对，不是现在不是
看白棋的，因为看黑棋对这个有没有严厉的手段，没有的话他肯定不行了。哎，这失控的损失太大了，这个不杀棋不足以弥补这一下边的损失。这个最糟糕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黑棋接完了之后呢，这个地方留一个穿出来，人家可以跑出来。黑棋这个地方是不行，他顶了一下，冲，哦，白棋冲，这个就受兵嘛，这受惯了，这搞什么鬼啊？那人家扳住，对，是扳住的，好像看起来中间撑出两目，这显然无法。不行，这点空远远不够。嗯，他挖吃一个，那真的是收官了他。白棋打掉了，这个已经有了。嗯，爬过一下。这个是早先这个就爬过一下。对，在这个之后。在跳之前。跳这个之前。跳之前，黑白棋交换，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棋形。嗯。没挖的话，他有扳嘛。扳你就不好挡住，对，他要点进来，所以这个大的时候已经走掉了。现在是白棋是打吃这些，白棋击挡，黑棋接上，然后拐这个，黑棋扳一下，明明想围一点空，趁机你要围空时我要欺负你，但这个棋有点，当然跟胜负是没关系的，可能应该先退掉这个大。嗯，而且绝对先手，黑棋不可能脱先的。这个黑棋转身了一下，抢到一个。哎，这个很厚实。嗯，长。嗯，完了，这边有靠的关子，挺舒服的一步棋。然后黑棋在那顶了一下，在这。黑棋控是不够啊。然后飞这个，想在中间有一点空。嗯。啊，这个靠为什么不搬过？我也不知道他想看见些什么。搬到了他顶是先手，他就接上好了。这个两个没什么特别的价值的嘛。嗯。他是拐。他拐一个，然后再搬这个搬过。然后顶上，比他两个全是先手，他就靠一路力没什么用。这个。好像看起来想在脚上做点文章，但其实也没什么棋。白棋是赢多了，就把两个冲掉。冲吃掉，看得清楚。这样白棋优势应该很大了吧？应该很大。我们再摆几步吧。好，他挡住。挡住。然后。这个扳一下。扳白棋收官是便宜的，黑棋照说可能不应该马上挡，那他总那既然挡了他总好。尖，夹，长，接上，抽，长回，然后你收一个关子，白棋这个棋显得很冷静，那这地方有打吃要搬进来，要道理黑棋。应该是走这个了，对，他搬了一下，那个反正也没关系啊。这已经挡不住了，挡住的话，挡住还有吃完了一段一吃。嗯，那这个跟胜负都没关系。当然，棋到这儿呢是结束了。黑棋投子认负。嗯，但这盘棋的胜负处啊，我觉得就是在左边这一带的战斗。战斗完了之后呢，是黑棋的时控稍稍落后一点点，真是。落后的不多，有点奇怪，落后的不多，但是他一直作为黑棋来说，他一直没有找到就是争胜负的场所。对，好不容易走了个碰，我觉得是导致了黑棋的速败，本来还是可以收官的，战线还是有点长。这个碰了，这个打劫是黑棋是很过分了，在劣势的情况下拿不出什么招来，对，拿不出招来是不行。对。一定要有比较强烈的争胜负的方法才能把劣势挽回。可能黑棋的话这个尖顶放白棋的出来，它的时控上这个就有点吃亏一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很奇怪，它为什么不单压，然后可以照过去，这个样子下的话应该比实战的结果要好很多。应该是这样。
那么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直白的朴成华中盘战胜了中华台北的这个陈时渊，是晋级了16强。嗯，那么明天呢将有一盘非常精彩的中韩之间的对抗，就是中国的孙俪对阵韩国的李世石。嗯，我想大家应该比较关注这盘棋吧。是。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再见。再见。嗯。这是一次红旗迷与知名职业棋手。